那你的小女儿袁宁英被人绑架的时候，是你们到达当地四个月之后发生的？对，我妹妹当时八岁。林先生，袁太太，阿姨，我现在想了解一下你妹妹当年被绑架的情况。别怕，这儿很安全。夜沉沉沉沉，阿姨什么旁边？姐姐最喜欢番茄汁，喝到饱，喝到死。趴下！